这里跟刚才的空间站不一样，可是实打实天才俱乐部的地盘。好了，咱们出发吧，动作要快。错了，这是个诱饵信号。 站的是我不管，但敢挑衅我的人，我必当百倍奉还。欢迎光临，这里就是贝洛伯格历史文化博物馆。如你所见，整个博物馆室内现在已经焕然一新。不过，我们遇到了一些阻力，确切地说，是展品失窃了。 我看看，这些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吗？